是你亲手点燃的，那就不能叫做火焰，不是。大陆河北保定市传出疑似 SARS 疫情，虽然有关方面否认，但有记者抵达保定市调查，发生的疫情不像是一般病毒感染。由于消息封锁严密，当地民众完全不知情。你呀你，终于出现了，我们只是打了个照面，这颗心就稀巴烂，整个世界就整个崩溃。下去就毫无意义，你呀你终于出现了，我们只是打了个照面，这颗心就稀巴烂，世界就整个崩。